他在剪羊毛啊？哦哟，哎呀，这么多羊！走到羊圈里来了。哦，他不顶，不顶，不顶，还挺友好。收容了，收容啊，把这个荣耀留下来。刚埋起来了，一家里拜物。哦、是挺柔软的啊，还要再加工哈。他是卖这个绒，卖的。那时候这个耙子还用不用呀？用，是抹下去。抹下去。哎，再拿它，再拿它，梳，再拿它。哦，这个梳完了。哦。抹下去。哦。再继续梳啊。哦，再继续梳。好，那就是一整块一整块的。就是嘞。你看。弄点口水。一整块一整块。一整块。好，就把它弄下来了哈。哦。哦，就是这样的哈。一斤150。哦，听说是，这个家伙过来弄疼了。哦，就这样弄弄弄哈、哦。这一只羊能薅多少下来羊毛啊？你叫，一斤能薅一斤一次哈。哦。多久薅一次呢？啊，这九斤你也就这么一次。哦，看它这里面，多吗？弄了好多了哈。哦，就直接装到袋子里。装袋了。哦、卖了啊，就马上就卖了哈，早就卖了。他们是来人收吗？还是你们拿出去卖？卖了，来人收哈。哦，一只羊一年薅一次羊毛，就薅这么一次。哦，那是在他几岁开始就可以薅了呀？薅这么大就开始薅了。啊，那有一岁吗？这个羊？没有一岁了，半岁。从半岁就可以薅羊毛了啊！薅起皮来就哦，这羊绒这个不叫羊毛哈，应该叫羊绒。哦，这是绒，这是毛，哦、这是毛。哦，半岁就可以薅这个羊绒了。哦，然后一年薅一次。一年就是花薅一次。一般是在几月份薅呀？就是花子薅了。就这个季节。哦，多花这个绒掉起来了。哦，这个时候绒长起来了，哎，长起来了，这才能薅了。哦，你要是薅的早了，薅不下来。这个有几年了？几岁了？三年了吧？三岁了哈，那就不留着它养绒了呀？哎，不要了，这贱羊就是个公羊。哦，公羊可以卖当肉了哈？哎，就卖了卖肉了。嗯，用这种耙子哈，嗯，然后薅这个羊绒。这没有这个耙子薅不下来。哦。这是这种，哎呦，这个还是挺尖的。哦，就是尖点，所以它也疼着呢。嗯，它还是疼。你不尖点了，挖不进去。哦，不尖点，它要。它挖不出来。那个绒很细的哈、哦。你看吧，它这。厉害吗？你看这个绒很细的。没有。哎呀，我都不敢用力挖。你不用力挖不动、啊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你看我脱了，你要这还是刚好。对。刚挖不动。你看它这个绒很细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就里面那一层薄薄的哈。这就厚。说明你这罩子都是什么呢？啊，这暖和吗？对，这个才暖和。你看看这个，找个衣服，你试试暖和吧。对对对对。他一说是纯羊绒的，他哪给你拿的？买的那么多羊绒？这才是纯羊绒。对。哦，这才叫纯。这叫绒，绒和毛是不一样的。哦。哇，这个不敢用力。哎呦。用力拉不动。拉不动。都是用力。一只羊可以薅它十来年的羊绒，一年呢薅上一次，就是在这个天气最热之前哈，要进夏天之前给它薅掉，它也会凉快一些，然后羊绒又可以拿来卖钱。一只羊能够一次能够薅一斤，一斤也就是150的样子。这样子啊，嗯，对，从它半岁就可以薅了。对，一直薅到它牙齿掉十多年，但是公羊呢，一般可能三四年啊，薅完之后他们就会拿来当肉羊出售了。狮子好尖，尖，嗯，还是弄啥还是很疼的应该。这个八九月开始长绒，八九月，哦，八九月开始长绒，哦，然后就是五月份。该冬天了，该冬天这绒就早就脱了，就暖和了。好，就是这样的，它就是，实际上也是根据气候哈，哦，八九月在冷之前，它就开始长绒，哎，就慢慢长呀。然后等到五月份的时候，越长越多，越长越多，越长越多，然后过寒冬哈。哦，等到五月份的时候，天气要热了，它就开始给它薅了。哎，薅掉之后，嗯，薅掉就没，就凉快了。哦，该凉快了。嗯，你要不薅了，它羊子生硬了。哦，热的时候，踢我一脚。啊，那可不行。再来个打架呢。他就照着看。疼啊！那就快薅完了哈。啊，这摆。嗯。
了，不要了。这个就好了哈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好，这个细啊。啊，这个好细啊。还白一些。啊。白。白一些。啊。那背上的，脊背上的。背上的白。嗯。它这个分等级吗？收的时候。我看。不分哈，嗯，也不分的，它不分的，回去一批都是白的，一整一片。它收回去，羊绒原料羊绒。它收回去，它才少八毛几八毛，反正只和草毛八的，就丢点肉。哦，嗯，那就纯羊绒。哦，那就成。它还要再加工嘛？哦。薅羊毛，羊毛在羊身上。哦，这就是羊毛，这就我这样说。第一次见。用这种耙子，然后这样子把羊绒取下来。啊，就说什么买卖。嗯，对。取呀，再也不用啊。或许我们买的羊毛衫里面会有一点点羊绒啊。哪有取羊绒？哦。没有钱人呢。他给你，给你少货点也不来了。啊，给你少货点都不错了。你他一说是红羊绒的，那那搁哪去？对。一年一头羊也才产一斤羊绒。哦，这是疼了，最后那一点啊，耳朵，耳朵肯定有点疼叫呢。哎呦，好了，马上就完了。薅羊毛就是这么薅的，这一块有点疼，哎呦叫了，马上就完了。这个小的就要到明年就薅了哈，两年后，太小了，这可能几个月哈。两三个月，个月哦，两个月，哦，才两个月，要半岁之后，对，小羊羔，哦，它前几年，小羊羔，这个没绒了，没有绒了，薅完了，薅完了，没绒了，嗯，这个已经没绒了，嗯，薅完了的，哦，那个也薅完了，嗯。你老完了白的就好了，哦，白的是好完了的，那就没好了。哦，黑的就还没好，啊，白的基本上都好完了，白的都好完了。哦，这才两个来呀，你他喜欢你啊，这个老是到你这儿来，多走啊，老是到你这儿这个小子，多走啊，咦，好乖。怎么一下才给你撩了多？一两个，一两的样子，你撩多点。哦，这一下也就是一两多一点，也就是十五六块钱啊。对。嗯，这样，对，你挨一挨又爽，肯定舒服啊！你看软软的，软软的，这软软的，绒就是绒啊。这能吃吗？他下个崽了嘛？你看到了，一会儿给你都嚼。他老跟着你，发现没有？要这个崽个崽给你都嚼嚼断了。啊，还有个嚼断呀？这是高速做的啊，刚做的就是，你看还挺尖的，磨得很亮了。黑羊少，黑羊绒就贵些了。那黑羊绒能贵的话，能卖到多少呀？贵是五块钱，贵五几块钱。哦，贵几块钱。哦，那也差不多。玉米的多少？要喂一点还是？冬天没有草，要喂玉米啊。哦，冬天喂，他也喂玉米，他也剩。对。一天一个羊就是个百两的。哦，一天半斤啊。百两。这一头有个七八十斤吧。哎呀，哦，就像有的就七八十斤，有的也六七十斤。哦，反正就是七，那就是看你大小啊。也就是七八十斤嘛，哈。哦。一千五六。哦，一千五。嗯，自由。对，主要是自由。走回去，我吃走，吃走那吃走，有瓜饭那就走这一块，没瓜饭吃这一块。哦，对，想坐会儿就坐会儿。坐去，你给他打光，你是按时按点的。对，按时按点儿。哦。对。不要看这脸色。对。你看这个，哎，这个小羊羔喜欢我，又来了。啊，咬不得，裤子咬烂了。那个也来了，那个脚的也来了，都喜欢你。哎，看你的蛋疼，嚼烂了，不嚼了吗？拉开过来，看到衣服都是。啊，就咬烂了哈，咬烂的，衣服都是。啊，衣服都咬烂，丢烂了，这真的。小羊还是要调皮一些，这是天性哈。啊，那早这会儿早有小羊，我们不怕人啊。但是我们黑人刚才乖。啊，大的他知道懂事了，就懂规矩了。不了不了，我们那边方便着呢。